中国呢主要呢就是做工程的顾问啦，都做埋项目管理嘅。咁其中呢举几个例啦，包括有土木工程啦，有结构工程啦，有机电工程，有环保工程，有外墙设计工程，同埋有消防、基建同隧道工程等等。最近咧呢几年政府咧就推咗咧就系话咧建造业 2.0 嘅，咁建造 2.0 咧就系咩嚟嘅咧？就系讲要创新啦，要咧有专业化同埋年轻化。迈进嘅宗旨啊，我哋嘅愿景咧就系咧系要咧提供高创意啊、高质素同埋高增值嘅服务俾我哋嘅客户。咁变咗我哋就变成客户嘅首选啦，亦都可以吸引到好多好高质素嘅人才。人才方面呢，由於呢我本身都是香港工程師學會的前會長啦，我們公司都另外有兩個都是香港工程師學會的前會長來的。如果他想成為一個專業的、有資格的工程師呢，他一定要呢就參加呢香港工程師學會的那個 A 計劃。由於我們做過會長啦，很清楚知道的要求啊，還有呢我們做會長的時候都有去呢就去優化這個計劃，咁變咗咧，我哋買進公司咧喺呢方面做得好好。喺買進咧，我哋咧就有個優勢，我哋有國際背景啦，亦都喺一帶一路咧好多分公司，我哋可以同國內嘅大嘅企業咧，譬如話大嘅承建商喺一帶一路國家度咧去發展佢哋嗰啲基建，因為我哋就可以做一個橋梁角色。其實香港嚟緊都好多發展，咁譬如話喺大灣區啦，香港會做一個扮演一個重要角色。施政報告咧就提咗咧，就喺北部都會區有個發展計劃。咁其實喺裏邊就好多發展，好多方面咧都需要工程師、顧問工程師嘅參與。咁我哋覺得咧，我哋都會好大機會喺嗰度啦。由於我哋邁進中國本身自己嘅能力，同埋喺香港或者國內或者世界，我哋有嘅機遇，咁樣我哋係好有信心邁進會越嚟越好。